Hello，我已经到东京了。然后我今天住在六本木，现在是晚上大概9点半。我要先去六本木的 Keakisaka 那边看它的点灯。先让我找到六本木森大楼。我现在人在六本木森大楼这边，然后这边已经可以看到小小的东京铁塔了。今天的东京铁塔是我最喜欢的红色。我觉得红色是东京铁塔最浪漫的颜色。六本木森大楼这边就是还蛮多地方都可以自己找景拍自己喜欢的东京铁塔。流下来了，现在只有8度，哦，忘了戴围巾。东京塔超漂亮的，好喜欢。今天的天气超级好的，看看这个光。今天的早餐要来吃蓝瓶咖啡，在六本木这边，早上超安静的。我很喜欢六本木这一家蓝瓶咖啡，因为我觉得它的庭院造景，我觉得很舒服。这一家蓝瓶咖啡一样有一些伴手礼，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好看的杯子，然后还有不锈钢吸管。我现在在国立新美术馆，我等一下就是要来看这个 Saint Laurent 的展览。看完圣罗兰的展览，然后我现在在外面晒太阳，现在是大概中午12点半，从10点逛到12点半，刚好2个小时，把展览彻彻底底的看完了。然后现在中午太阳非常的温暖，因为现在日夜温差还蛮大的，然后中午在那边晒太阳，我觉得行一下光合作用。想要先回住宿的地方放一下东西，然后等一下去明治神宫外面看银杏。
我这一次一样有买这种地铁通票，然后因为它是算小时制的，所以你就可以自己抓时间，然后要用这一台 for tourist 的机器可以换。它其实跟其他的自动售票机长得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如果在车站没有找到这一台的话，就要去站长室跟他们讲说要找这一台机器。虽然我今天已经讲过超多次天气很好，但天气很好真的很重要，而且因为日本比较偏北方嘛，所以阳光其实就是这种大逆光，虽然很刺眼但是很美。现在是下午大概3:30，如果早上来的话这边应该会有太阳，可能来错时间，但是银杏真的蛮臭的。大家都很认真的在路上找漂亮的银杏叶，这个比较黄。我现在人在表参道，然后这一家店是我最喜欢的日本的连锁的二手中古店。表参道的迪奥的店好美哦，迪奥真的是超级认真过圣诞节的，每年都超漂亮。旅行还没结束，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我是 Lily， 欢迎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哦，拜拜。